3月23日，小海绵后援会晒出两张 baby 与婆婆带小海绵出游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屋里可爱的小王子又和妈妈、奶奶、外婆一起出去玩喽。”照片中的 baby 身穿白色上衣，小海绵打扮休闲，在一旁玩得很是开心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一家人真好 ，baby 真好看，好幸福啊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